子联署会议开始。好，谢谢我们的嘉宾们今天的百忙之中周六的时间来抽空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议。那首先呢，我们邀请我们的这个执行长刘执行长为大家来致辞，感谢欢迎。高院长、理事长，还有各位会长、各位嘉宾，大家早安。早。非常感谢大家莅临。我姓刘，刘厚朴，是本次活动的执行长。那在今天要开始之前，我先来介绍我们那个中华天然海洋卵生协会的理事长，来，陈理事长，请上台。
这一套的22,870元的价值的礼品，好，送给我的队长。谢谢我们的陈理事长。那陈理事长稍留步一下，好，后面你这个赵美会长这边有曾美菊督导，以及我们的曾瑞珍队长、主任队长，欢迎上台。我们的陈理事长请留步。谢谢我们的陈理事长，谢谢。好，那请接。